启动。C 一零三与秋叶原的远征结束了，而当我带着战利品进出关时，我都一直在想海关会不会开箱检查各种重口本本跟拔座，直接摊在阳光下。嘿嘿嘿，啊，就给他检查又没差，那是你征战的证明。海关叔叔也有可能翻一翻跟你说，这个漫画少看一点，真人不可能这样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哦！漂亮！哎，这里也快！啊！啊！这个时代最为人诟病的就是那个 skin。Skin 真的不够酷，贴皮实在太丑，还有二批色，这到底是什么啊？水属性，哇，全部都长一样，哇，三批色，总共四批色嘞，来了，来看骗小孩的地方，妈，这个穿上去根本没有在管他的素质，我说，哇，好可爱啊，卡哇伊。知性眼睛，我都忘记有这个东西了。哇，食材变多了，这边也变漂亮，这个设计也很赞。听说旧大陆有个神火村，好像大家整个吃团子是不是。哇，这个烟熏慢烤大龙肉，救命！暴君，原来我有买啊。可可特寸的接待员，美丽的短洋服，深红的弗朗明哥舞衣，热情森巴，可爱的小恶魔，原来我买暴君了，现在连恐暴龙都怕我了。这就是跟我这边他妈还有这边帮你放竖琴呢，这就是神火村金孙没有的待遇。来屌虐！魔物菜包就是在说你，你猜不猜啊？一个月大单挑一只灭尽龙，简单吧？打不赢不能吃饭。套了，这次那个时候看到觉得蛮酷的。丑烂！哦，臭烂瘴气！暗影臭两次。屌虐！我是猫，以前最喜欢的魔物，后来它太烫了，不喜欢。好烫哦，不喜欢那么烫。啊！哦，你谢哦，光死！哎，好舒服，温温的。怒敲！屌虐！启动身法的开关就是这样子吗？
痛啊！ Peter 098530，生日快乐！这就是台湾龙卷风嘛。怎么一个锤子在旁边跳啊？这风好强啊！啊！这风好强啊！好屁啊！哎、欸，完了！我不是要讲这句话，我要说的是我们赶快跑吧，关我屁事。能够靠的兄弟救自己的猫。哇，这个第一次看超震撼的。不过这算是刚生出来嘛，恶心。放屁呀、哦！啊！挖地板！哇操！妈还小的放不放？想放大颗的，脑袋有没有问题呀、啊？可恶可恶可恶！他妈这个你，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才有这样的队哦？哎，屌虐！衣服被扒光了，那恐怖死了！救命啊！做噩梦都没有那么恐怖。新大陸に来てよかったです。おばさま、ちょっと挨拶。恐怖死了。